吃那么多鱼蛋呢、啊？鱼蛋好吃哦。啊，这里要鱼蛋吃。鱼蛋要一个。哎呦。哎呦。这么大一个。嗯。下雨天没做什么事，我们杀鱼吃了。嗯，好。夹个什么鱼吃呢？看了那里还有洋葱啊什么的。红烧鱼也可以，这么大一条、啊、不算大。看中午做这个鱼，把这个鱼鳞去掉。那今天就看你的手艺了，要不我们做酸菜鱼吧，简单一点。也可以啊，你看你想怎么做。美的一盘红烧鱼就出来了。再来。
做一个滑嫩的鸡爪。首先把它的指甲去掉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，来喽，坐坐坐坐，好，坐来坐来，坐下来。来个农家米酒。哦，广西的公文包，公文包来啦。哎，咋的呢？咋的呢？又往哪里背？太稀奇了。啊，你干呢？你来丢手了，我先站好，我问下你。我看注意，我看他心态。等等等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做菜辛苦了。不行。好久好久。先不要紧，先不要紧。OK。那么多鱼蛋呢、啊？鱼蛋好吃哦。啊，这么大鱼蛋个，鱼蛋两个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大鱼蛋。嗯。
又香又糯。满的满。